哎呦喂，这摆的可真够长的，哎，国宝大联盟，我操那边。耶，喜字儿的，这多少钱？2500。2500。哦，过墙龙，这多少钱？这个4500。4500。哦，4500的过墙龙。那玩意儿要对，4500可买不着，俩4500都不好买。新的，这不响啊！这多少钱？17000。17000？对。哎，我的妈，这一个汾酒杯17000，这多少钱？这个多少钱？1800。我的妈！哦呦，带兔子款的。对吧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哪不敢踩。什么东西？这多少钱？完了，这个11000，应该是。这画的好。嗯，画的最蓝的。乾隆的呀。11000。这个嘞？这5800，也是初五。5800。好吧。那皮儿多少钱？这个。这坏了。哦，坏了呀。抠底了。哎。宣品。多少钱？6000。这牛逼，这都厉害。哟，这全品不？全品的。多少钱呢？3800。3800。这不全品啊，这不是不配的。